问他老师，你在台湾的演艺界算作是一个专门的艺人，伊唱红的歌差不多有千外首。伊迄个时代，伊家己作词作曲，兼演唱甲弹奏乐器，佫会晓看电影，算作是全部中包，算作是一个专门的艺人。伊不幸伫个四月初六离开了咱，咱就点一首迄当阵伊唱红的一条台湾的先辈所写的《江边送别》来怀念，伊对咱所贡献的所有歌曲来写歌。Ooh.